那一共两个人玩刀妹，你刀妹不爱你不发脾气。你能不发脾气吗？这发牌员就得骂，你不骂他，他就没脸。火速出击！现在我们动吧。下次记得留下一些被打败的凹痕，以作纪念。执法官之心来了，来了，不要空谈。来吧，执法局。这把不需要杰西，先生你下这个还是上个挖掘机吧。没什么伤害，纯右号。区区为零，看样子不行，还是得有个后排。给我来个女枪或者是爱射吧。可以。真正的探险家依据的是心中的罗盘。这个样子。爱瑟一般要换泽利，所以我决定先给爱瑟来个轻语。怎么这么厚的盾呢？上来他就合个尿遁呢。我还卖不了人怎么办呢？要不然不上这个了，上这个。上斗士吧，要不卖10块吧，要不然这经济太差了。
先拿个十块钱。虽然你很菜，但我还是压你赢，这就是风险投资吧。你这句话里边有一个错误的地方，就是虽然你很菜啊，这个是错误的。我们来个套，这套这么难拿吗？现在是真的难，现在这套是真难拿。全是机器人啊，把猪放后边吧。我希望这轮能赢一下。其实这黄子可以拿一手，算了，输了拿黄子吧，没东西卖呀。好像赢了，赢了就不缺钱。哎呀，输了，输了就拿黄子。我们把把精致连败，我这赏金就好了。谢谢空风翼气翼的飞机。希望不要碰上倒数第一和倒数第二，希望碰上他。希望能碰上他。可以碰上他，我们肯定是赢不了啊，他的盾特别的厚，正好我们五连败进野怪，白吃一轮利息，舒服。哎，这拉尔这么幼吗？四滴血，我操！啊，这换呢？把执法官之心儿。哎呀，这叫羊刀就好了。哎呀，可以啊。前骑行。对呀，破甲白盒了。那就玩德莱文了，玩德莱文得顺呢，不过这把确实挺顺的。
来一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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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就不逆着你干了啊！来一把，来一把，来一把。不想给破甲，破甲，我想等一会儿，我先给羊刀吧。这把地就是异星德莱文的骗局，发条吧，发条就可以了。这个猪不要了，五执事四经密粮挑战，先要羊刀，三执事就行，三执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那就三执事两挑战，我会保护你的。不对，那多少一少个人呢？有精密海克斯可以不用进用女警。有啥用啊？那为什么不单挂个背呢？到底玩狙还是德莱文，你得选一个。我玩德莱文啊，哇哦，
对吧？日女、德莱文、泽利、布隆，或者不要布隆，或者要魏，要魏。日女、德莱文、魏、泽利、青钢影、发条、进，少一个人。找一个人要谁？可以上布隆，魏再加个布隆，可以。都速八了，别想要了。速什么八呀？六级两张德莱文，七级随便递吧一个就完事儿了，还速八了？速什么八？速八，小弟一走。上位，找张进，来个两星日女，直接锁血。必须的。无尽一拿。星雨一柱，操，真是个八嘎。银口上张布隆就完事儿了。给巨杀呀，给银血剑吧。两星日女应该能锁住了，差不多了。拉银口上张布隆，找张二星德莱文，完事儿。无尽给谁呀？给进，给进。进化老头。成了，不动人呢。德莱文伤害为什么这么低呀？感觉德莱文伤害有点低呀。搞个魔抗的和银血吧。
一星，一星也低，有点打不动人呢。调成二星行不行？再等一轮吧，估摸着不行，你俩等，等不了，一折。可攻牛角力，你会尝到牛角的滋味。这回伤害不低了吧，来个大背，来个青钢影保镖，保镖啊，保镖没什么用啊，啊稍微等一下啊，我可以改变这个世界，我们开始有趣的部分吧。兄弟们，我要去做核酸了。鬼叔给谁呀？我在第一轮我就走了，鬼叔给发条，我给你们的预言留了。为什么他们让你死呢？来了，马上来啊，等我两分钟，我把这鸡打完我就走了。啊，好，马上走，我把这大鸡打完我就撤了。我看看回来我还能活着吗，直接投了吧。我不投，我凭什么投，我就不，这轮大鸡打完我就撤。这很有趣呀！我们出发吧！我会保护你。好，我走了，兄弟们，我就做核酸了。棒子给了呀，给谁呀？随便，不重要。
他们让你死了。
哎呀，我的杰西也没拿，我的金也没拿，哎呀，这把感觉吃筋了呀，怎么能让第一名给赢了呢？真的，感觉这把吃筋了。那家刀妹儿我也打得过。那家狼人我。